好，另外来关注的是台湾骑单车风气越来越盛行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在骑单车呢？只不过专用道各县市各自为政，民众如果真的想要环岛，可真的是难上加难了。因此呢，交通部规划呢，从今年底前将全台湾哦自行车专用道要串联起来，整合变成自行车环岛路网，全长大约有1000公里，而且呢搭配支线还能到各景点来游玩，包括了警察局、学校、超商都是补给站。一把吉他，一台自行车，游遍全岛，电影练习曲带动单车热火风潮。只是想跟主角一样享受环岛 view， 其实没这么容易。受限各县市自行车专用道没有整合，一般民众骑铁马大多在市区代步，因此交通部规划将全台所有单车道串联起来。北部地区从松山车站出发，以河滨公园为主；西部连接台61线西滨公路，一路往南，台1线、台17线抵达屏东；东部则是连接台2线、台9线，全长约1000公里，预计年底完工。动机我们予以肯定了，那只是说实际的做法，不知道是用单车专用道形式呢，还是只是说在路上提供指标的方式，这样子的帮助其实实益不大啦。除了安全考量，铁马族也想享受慢活乐趣。环岛路网完成后，也会加入支线，连接到观光风景区或各县市景点。例如台南就能透过支线到知名的奇美博物馆。台铁也会推出15辆具备人车共行车厢的莒光号，希望赶在2018年完工。为了安全先行，它不会在高架的路段去行驶啊，因为高架的侧风会比较大，那所以一般都是在省线的主要干道或是一些河滨外环的部分。环岛路网完工后，补给站扩大到警察局、学校、超商，铁马族想补充水分、轮胎打气都不是问题。骑机车驾驶在道路上的安全驾驶的观念，比如说礼让行人1.5公尺，在转弯的时候避免加速，这样行为的状况反而注意比较大。拓展绿色交通，不仅硬体设备要完善，还得搭配开车族驾驶观念，沿途景点同样得思考有无卖点，否则连专业铁马族都不愿意骑，更别说吸引一般单车迷。记者张哲武、高家福台报道。